这是一个雕像，雕像里面是一个小男孩坐着轮椅，但是他没有坐着轮椅，他是跳起来，然后仿佛是你知道往天空伸手抓去 reaching for the sky。 那这个雕像其实是一个墓志铭，不是墓志铭，一个墓碑啦，墓志铭是上面写的东西。那它是一个墓碑，那这个墓碑为什么要做成这个形状这个样子，那背后是有一个颇感人的故事，来我们就看一下下。他是1988年生的 ，yes， 小我11岁其实，所以要是这小男孩有活着的话，他现在30几岁。So on September 23rd, 1988, Ernest and Anarchy Robinson， 有的名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哈。好 ，anyway， welcome the birth of their son Matthew Stanford Robinson。所以他们很欢喜的迎来一个小生命，他们的儿子叫做 Matthew。还有一个 middle name 叫 Stanford， 史丹佛大学那一个字，然后他们的姓是罗宾森 Robinson。 Matthew was born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所以他生出来呢就有很多的很严重的一些残疾、severe disabilities。 那我们有时候说那个就叫做 congenital， OK， 也就是出生出来就有的这样子， OK。 好 anyway 所以他有很多的 disabilities， 那主要是因为缺氧的关系，那他就是一个视障，以及他从脖子以下都是瘫痪的。So due to a lack of oxygen, he was blind and paralyzed from the neck down。对这个描述，我记得我真的记得讲过，但是可能因为很久了，同学们不见得记得。我们讲说从脖子以下。我们就是 from the neck， 从脖子 down， 加一个 down 就好了。So from the neck down 就是这样一个片语。那你说脖子以上呢？ Yeah， from the neck up。那你说那不要脖子好不好？能不能说从腰部以下？ Yeah， 当然可以啊。From the waist down， 那腰部以上 from the waist up。所以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做替换，替换一些字就可以改掉从什么地方。的以上或的以下或之类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文法去处理。那你说从脖子以下瘫痪，就他当然是个例子。还有像以前演过超人的那一个人，他叫做克里斯多夫·李维，好像叫 Christopher Reeves。那他也是因为骑马摔马，结果就造成从脖子以下瘫痪。所以他那时候还活着的时候，后来他还是死掉了。他活了很久，活着的时候他就很支持一个东西叫做干细胞的研究。所以要是有干细胞研究成功。研究出来的话，说不定是可以治疗他的瘫痪的，因为干细胞嘛，你知道可以让细胞重新生长还是什么鬼的，所以那个叫做 stem cell research。OK， so he was an advocate, a very strong advocate for stem cell research。只是美国在这方面就不敢扮演上帝，他们不敢 play God， 所以在干细胞的研究，美国一直好像是比较落后的。据我的粗浅的了解，好 ，anyway， 这扯远了。So he was blind and paralyzed from the neck down。我这里都讲一个笑话，好了，就有个笑话说的是，我记得我也讲过了。但如果要是你是我的忠实观众，你可能看过，但我知道观众来来去去的，那或者你也不见得每一集都看，所以我就再讲一下下。就这笑话说的是，男人跟啤酒，就一瓶一瓶的啤酒，有什么共同之处 ？OK， 就外国人喜欢想这种笑话，就两个东西。就是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东西，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所以男人跟一瓶瓶的啤酒有什么共同点？那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脖子以上的部位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哈哈。所以男生没脑，脖子以上没脑。那啤酒瓶的那个，你知道啤酒也像有一个脖子一样嘛？所以啤酒瓶的脖子以上。就没有啤酒嘛，因为它只会装到你知道身体的部分再多一点点而已，所以 so 你就可以说 so what do men and bottles of beer have in common？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they are both empty， 他们两个都是空的。从哪里开始呢？从脖子以上 from the neck up。好，所以这刚刚的片语马上来做一个。也不是自己想出一个笑话了，但总之就可以放在这个笑话的句子里。So they're both empty from the neck up。好，这 OK 了。来，我们再看下去。我们说这是个感人故事，怎么讲到笑话来了 ？So doctors said Matthew would only live for a few hours。所以本来判断 Matthew 大概活几个小时就没了，因为
刚讲的各种残疾嘛。But somehow, Matthew lived to be 10.5 years old. 但很令人觉得很奇迹的，就他竟然活了10岁半这样子。He lived to be 10.5 years old. Now, when it came time for Matthew to rest in 1999, 你看他讲的好含蓄哈，所以他不是说当他过世的时候，不是，他说的是当时候到了，来让Matthew 在1999年可以休息的时候。OK， 什么叫1999年可以休息？就长眠不醒了嘛，简单的说。So when it came time for Matthew to rest in 1999， 好，讲的这么文雅。Ernest decided his gravestone should be beautiful and unique。哦，所以这个 Ernest 也就是爸爸，他就决定了，就儿子的这一个墓碑应该要又美又独特 ，should be beautiful and unique， depicting Matthew in his truest form。And signify hope rather than grief. 啊、哦，真的啊、哦，好感动啊、哦！所以要描绘 Matthew, depicting Matthew, 在他最真实的一个形态。所以 Matthew 最真实的形态应该是很希望能够跑跳，很希望能够 reach for the sky。虽然他身体上其实办不到。好、哦，所以 depicting Matthew in his truest form， 用他最真实的存在描绘出来，以及要能够去 signify。好、哦，他要强调希望而不是悲伤，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有力量的一个雕像，还真的让人家觉得哇，就是一个孩子有着希望，摆脱了轮椅的束缚，所以他本来状态是 wheelchair bound。我们多讲一下、哦、所以我们会如果说你都、哦、只能坐轮椅，所以你就是 wheelchair 加上。bound 这个字 ，bound 就是束缚，简单的说，所以你被束缚在轮椅上 ，wheelchair bound。So he used to be wheelchair bound when he was alive, but you know after he passed away, his dad made a statue depicting him, you know, getting rid of the shackle, you can even call it, okay, of the wheelchair, and jumps up and reaching for the sky。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背后的故事，希望你喜欢。OK，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